请收看《卫星世界》，用体风水学传法讲座。台中市西政府各位乡亲，大家晚安。下咱继续过来讲解易经风水甲人生的关系。讲起来咧，话头长，但是咱的烦恼短短一个念头就会发生，短短一个时间，予咱犯下不可收拾。不可收拾的场面和局面。啊，回想到民国七十二年，我拄啊开始伫行道的时，咱一位菩萨，啊，伊个囝，哈，伊咧有一天来问我，老师啊，我的查某孙啊，唔知走去倒去啊啦，好，咱。唔知要哪找，三四天都找无人啊，找无囡啊，怎么办？啊，七十二年的时啊，哇，迄阵都落雨天真呀，我甲用卜卦，卜者卦咧，啊甲查咧，伫拄拄啊伫，我伫五环五街美川路迄搭，嗯，你是安尼照看，照这方向，你的孙啊？啊！因后生就成，伊讲我恁查某囝咧，伫何处庄迄搭咧，啊！伫迄旧个土角的下面，秘伫遐，对易经卦都看出来啊！伊讲干嘛咧哟？我咧去找看嘛咧，一定无问题。神不欺人呐、啊，神未讲骗。好，伊就真正照我讲个。迄阵当时何处庄是伫中华，还有一挂旧厝还袂拆，真侪咱旧厝，啊，咱伊就去遐找，结果找咧，找一间旧厝无人住，啊，土甲壁还伫咧咧，都壁脚咧，都伫即个叫做啊，咱个旧个遐房啊，下囡仔倒伫遐困。睡在那裡連續睡三暝三日，然後睡在那裡沒吃，在那裡皮皮喘，在寒，吼，找到呢，阿嬤跟孫子在那裡哭，老爸呢，哈，又高興，一面傷心，是怎樣，今日這個囡仔會安呢？我就我抱著帶來了，找到了，帶來我的啊，叫做东西，叫做医药说明，药说先。啊，我就挂卜看嘛咧。我啊，还有你祖先，你祖先的风水无问题，你祖先的公妈位咧，这就危险啦。这的挂上我都空蒙，这里空蒙。因为迄阵我都开始小阿妈的，伊妈的半乌。哦，已经有印证到足侪妙法啦。空蒙必有因啊，空蒙。我哋祖先所公妈位嘅所在，到底你安伫什么所在？是安尼空蒙，一定原因安着伊。伊甲讲，阮都要入去灶骹，安伫门头顶啦，安门头顶。先生甲讲伊个命宫咧吼，啊，伊个命宫祖先啊安伫迄位老家留起滴啊，结果下骹是啥？便所口啊出来面顶门头顶厕所上面，安内咧当当遐人咧公公心心，
老爸叫去哈，啊叫来叫老爸哈，你看，空亡。若是今日无圣贤传这易经的妙法，你要去找到这个问道的问题，我今日去请来。伊讲袂使听老师，人先生甲讲哦，讲迄个我的本命宫伫遐吼，吼迄个嘛煞了煞着我的无命哦。我讲你无煞恁囝，遐么无命，向我精神起来咧，好一直骂咧先生，迄先生人看唔对，你无福，佫无德，无德佫无福，所以先生会甲你讲安怎面顶。这你莫怪先生，怪你个咧德无够，福无够。那么就哈，有我囝咧，嘿啦，阮囝都爱耍尔啦，吼爱啉啦，爱跋啦，吼无啥物歹习惯啦。阿弥陀佛啦，吃喝赌嫖淫拢够有啊嘛，那无歹习惯。即拢共公司的嘛，拢兄弟啊公司啊，哪会呢？哦，咱这位先生啊，也家己真忏悔讲，好啦，我听你话啦，我要煞来啊，煞来煞好去，家来煞平静。另有咱这位信徒，刚好基隆国中，还有蔡老师，因往生去啊，啊因这个朋友两阿伯拢破事。当然，政府机关真高级的官员，有一天伊个囡仔连续几啊天拢找无囡仔，伊住伫咱新双十路，要到北屯路小交车遐，下咱迄个省党部边遐住伫遐，啊，一个囡仔咧，拢常常等下就咪走倒去。啊，一家拍唔结就乌鸦骨啊！那么即伫讲，我甲普通易经卜卦，我啊，你这囡仔伫罗南，罗南的所在，南方去吹，哈、啊，你讲南方，那公共场所是公园、台中公园、中兴堂边遐就是啊。我到大个，哎，你迄个无唔对，哎，我是叫遐吹，遐吹咧，迄囡仔都伫中兴堂窟底啊。拢甲你带只不回家，有食无？无食。那么为什么会当一时四五天呢？所以啊，伊只带大了以后咧，伊就讲问我，讲老师找着啊啦，啊找着啊，毋知啥原因咯。我挂扑个挂，我咧厝内底乌天地暗啊，哦，龙吟蔽日，乌天地暗。天山遁的卦象，我听着啊！哦，你内底照卦象说话，你出来你拢暗的，拢乌的。伊讲嘿啦，伊都考着高考，哈、啊，先生考着高考，啊，考着博士，太太高考考着博士，啊，公家机构拢着，所以人个祝福拢乌的，诶，这个乌变，变成规根乌听着啊！囡仔嘛，怎无法的？憨憨心心的，若是讲囡仔无学易经、无了解的时，你怎么办？这囡仔在捡教的。啊，所以这两阿母咧，伊也真正感恩呐，啊，全来放落来。咁放落来，歹势朋友来，啊，人无看到我这变的时生活，是咧，我真简单，你若换开起来，擦金色的。擦红的金字，那就好了吗？啊，所以我请侬要擦红的金字。啊，就好呀！一根救着伊一个家，另有咱西屯。有一个西医的医生，伫差不多已经十多年啦，十多年咧。啊，因个太太咧真好意，有一天去参加人婚礼，啊，辛苦咧有炸三包药啊，这是一般感冒药安尼尔，
结果咧，啊，拄啊伫参加人婚礼时，一位朋友太太做了婚礼，婚礼咧，哦，今日创又好食，怎精神起来？啊边啊咧，当时拄着咱一挂调查局安全人员咧，嘛叫请，看咧安尼，就甲伊或者伊密伊密伊诶，甲因太太铐起来，抓起来。啊，抓起来咧，关伫台中，遐咧看守所，高阿伟无到伸冤。到尾啊，这位医生咧，听到台中县财政局局长、财政科长陈祖仪先生，啊，伊甲讲啊，你去找张老师，再来找我，我甲卜卦看咧，哇！你这，你的医生官打一门乌麻麻规个，你下面的面顶拢乌起，这个呢，你是乌白有啦，人嘛祝贺祝贺的，啊祝贺拢乌白，所以你要送给人乌白，莫送乌的哦，嗨，送红的，送金的红字上好尔。我今日做八百条，三天来恁太太。自然会甲你，吼、哦、法官、检察官会先甲你提出来调查事实。啊，伊迄个太太又要得咧，一直放食一包尔，都放两罐高华威。啊，迄阵的时代无像即摆遮民主，哦，但迄阵的对药的管制真正严，安全的咧，都好啊。啊！这第四天啊，第五天呢，就开始感冒啊，就咳出来啊啦，咳就出来。无原来隔壁较慢几摆，拢先去问问煞，啊是安那？伊上早几摆唔捌到，到尾问派别，要求朋友去问迄叫啥官？无啊，我哪有？我无看到这个人。你看，伊的名单破啊底，吼、哦。既然含伊个名去，互伊唔知叫魔神啊，啊跪起来砍掉伊哦！阿弟阿弟，耽误高华辉，你看偌冤咯！出来滴一个恶变，起码是风水呢。所以这個医生啊，你好去搞啊，谢谢我啊，老师啊，谢谢我太太，这样都安啦。你甲讲我怎安怎？伫咱西屯这条黎明路上一间诊所。好、哦，这你若无学易经，足济莫名其妙的苦难，足济冤枉的代志会发生。所以，咱今日要传这易经风水的妙法，是有原因。那么希望大众拢是天涯沦落人，我嘛是世间沦落的，你嘛是世间的同是天涯的沦落人啊。在世间上，都是沦落人、啊。如果不好好学一些法事啊，莫名其妙撞到鼻子都无分偏的事，无白的事，你也搞不清楚。啊、所以这位这医生呢，伊讲老师，我一定要来学。那时候我要不开班，现在开班嘛，我一直的，咱的西屯班呢。一直西屯，一个读西屯班嘞。好，我咧一直看，看这医生的名有没有来读，结果也没有来读。我咪自作讲，伊若一天搁丢，伊就来读啊，唔是安尼哦。好，伊我相信他不了解我，已经西屯也在开班了。啊，所以啊，咱易经大无其外，细无其内，包罗万象啊，包罗万象。易经一妙法就是安尼尔，上至天文，下至地理，哈，多变无边无际天边海角的代志，头前，哈，咱无限的宽阔的人生的路途，但是相对会走到无限至的烦恼的境界，后边呢，退退不得，退退袂得。你要提的都像遐嘞，不爱听看对。哟，那么你怎么样？我都要和咱趋吉避凶呢。啊，易经，咱的所传的易经
甲一般咱咧市面咧已经无共款。咱在座真侪大学生，读过大学，学校东西有教易经诶。我告诉各位，哈、哦，恁读三年出来者，哈、哦，乾为天，坤为地，这天行健，君子自强不息。哈、啊，干了君子自强不息咧，你死者，死到即摆还没有死诶，要被割掉。但是咱的易经所传的，我以因为我蒙八年八卦蒙八年，我悟到，我发觉我一定要将这以上简单的方法来拖拉这地主。还好我这结缘的同修师兄师姐，哈、啊，咱这弟子啊，哈、啊，地位拢真正好，哈、啊，拢我都去接受，然后哈，咱、啊、全省、全国、各地、各国。来开这个易经风水学研究班。咱目的希望社会会和谐，咱目的希望大家减少都艰苦。那么最近啊，因为咱正月初一，哈，咱伫南口举办一场。入一世纪中华民族联合制作大典的时，咱邀请到世界各国咧有38位的侨领，对，咱由咱洪教授、郑院长做总招待，好招待咱的侨胞对。那么等来了以后咧，咱的侨胞伫外国，因所希望的，就是会当到外国去开班开课。就是咱们到咱伫，叫做加拿大边咧，叫做西雅图，哈啊，旧金山，啊，这个巴西，啊，几啊位咧，教练拢希望讲，咱会当去啊开班，希望师傅会当去啊间开班开课。我讲我台湾开啊未了咧啦，啊，台湾还没开完咧，好，我可以去他们讲座。啊，那我可以派弟子去学，去他传道，去他传这个法。因为这个易经，它大有其外，地球外你嘛知呢，地球内你嘛知。那唔相信，你甲卜现在的时，地球外，迄月亮会甲咱相对一个头，什么现象，天气如何？你马上卜，你知影遐天气呢？有咧落雨，无咧落雨，清清楚楚咧。那唔相信，你去看物仔咧。哦，啊，这是千真万确，唔是咱拍妄语呢。哦，所以易经智慧大无其外，细无其内。深深甲你摸未着，深甲无底深坑，远远甲咧无限的天顶。所以易经的妙法，咱今仔只好一年，伫全省、咱全国各国所在拢咧开办。所以咱这个节目这时段，咱会在台视来播出。我一直看各位无人独孤，我较知，哈人独孤啦，哈那么播出去就歹势啊。哈，咱大家咧，拢是有缘的来到世间行这段路。易经的妙法，它不是宗教；风水的妙法，不是宗教。宗教是一部分，一部分而已。伊真理嘛是万虚空，但是这启示着宗教，启示着咱人心灵的世界。但是咱脚踏的世界，头顶的天，你要安那会当去了解呢？只有易经一条路。无第二条路。在以前，英国法兰克福啊，啊，迄阵在战争的时，啊，战争战到安尼咧，我都不管当时的煞。我甲咱真济好朋友，我甲讲，这打一天就煞，已经不算打一天就煞。我记得好像4月份的款。打一天就煞，刚刚啊，迄天就安尼煞。啊，战争上赢，英国赢去啊，
啊，什么时间在讲那些说？回想着民国75年，伫大陆甲苏联革命，大兴安岭，哇，迄个大火灾，大兴安岭大火灾，迄唔知咩啦，飞行机最污咧，无啥物看，无看哦。啊，山顶最要看的哪有可能？那么我就卜个卦，卜卦，我卜咧咧，火永远未熄，那海啊，那要安怎？我来要求贵国先师王禅老祖，拜托要求你大显神通。啊，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咧，啊，伊就好啊，伊要显神通，奇门遁甲。讲你要安尼遁，安尼遁，安尼遁的时，搭一工都会。那时候国历是5月份啊，当时咧，好搭一工。会就会发现，我哪有可能？结果老祖开始奇门遁甲，要安怎遁，让这片会会发现？了，我再搁卜一卦，哪一天会发的？真正迄天落大雨，哎，中国东北啊，遐大声啊，你要落大雨，迄是无简单呢，要安怎落大雨呢？结果。贵国先师王禅老祖，大罗金身的妙法，怎呢？会怎的发起啊？所以这嘛是易经，根据易经的法则。那么有人甲问讲，老师，既然安尼是，你哪无爱你甲咧发？你哪无甲咧做有钱？我看会到钱是有限。但是看袂到的钱财，就是大将，咱的好缘分，这是上好的钱财。啊，所以啊，咱贵国先师，甲咱开始学易经，唔是要贪足一钱，想尽办法去共骗。学易经，就是讲咱如何卖犯恶业，卖做着恶业，咱来做恶业。生生世世爱贫爱善爱高爱寡孤寡贫穷，所以咱学易经，了解自己，保护自己，不伤害别人，然后帮助他人，是安尼尔。保护自己，卖拖累他人；保护自己，卖犯着恶业，种着恶因，就无恶果来发生啊嘛。所以咱传易经呢。甲风水，唔是一般所讲，我要大赚钱，传的风水学，大家会当平安，尽量平安，这就是福气啊！天下间上好嘢人，唔是伊有钱，唔是伊有地位，天下间上好嘢人，迄点心安、平安、健康的人上好嘢啦。所以啊，咱家。教这易经，传这易经，就要予人做人处事会安心。啊，大家学易经呢，家内圆满一条心；大家学易经呢，咱的事业完工一条心；大家学易经呢，修行可见性；大家学易经，社会国家更太平。谢谢各位。在东区各位乡亲，阿弥陀佛。啊，咱这节呢，好大家啊来问，这个个人心内之事。啊，咱中华民族5000年来已经踏入了民主的时代，选贤与能的政策呢，5000年来。咱这个时代上民主，咱爱珍惜现在咱民主的时代。民主是非常宝贵，民主是咱的啥子民主呢？心，心，民之主者，心命。
啊，所以万民，正是拢是用心灵一心来相对待的时，人就祝福过人世界的和平。所以现在真真正正就是民主时代，拢是咧选举。啊，咱现在有一位杨先生要参选着。这个2004年到2005年，国际西雅会的副总监吉凶如何？今年是有好缘分，有好姻缘，但是充满着竞争的压力。那这两三天啊，春天来选的时，你我都达到你的愿望，来为大家服务。那是三月，弄了三月十五以后呢，就较困难了啦。好、哦，三月十五以来就有机会，予你表现着你心愿为大家服务的。好、哦，再来呢，好、哦、咱一个柯先生啊，好、哦，这19年出啊，好、哦，遐侪岁啊哩吼，啊，要问温度。李维会啊，小妹李维会，哈，我身体我唔知影你要问，但是说，但是今年你的运，你的运啊，哈，爱注意。你家李维会啊，今年是六合，万行代志一定爱放下，那唔放下的时啊，哈，那爱注意，阿达嘛会出问题，哈，今年你的元神。元寿忌神，元亲祭祖忌真济，哈、啊，所以我唔知影你要了解到伊呾一方面，但是你今伊运途咧，哈、啊，虽然表面是迄、那个，事实上是，哈、啊，元神已经真优秀的年运啊，哈，你若是要求元神者，你对当兵面去求神，当兵求神，你有贵人。还要啊，挑选这星期五啊，星期日午时就出啊，主人上土的啊，那么坐南五北，各位今年三煞在南方，所以三煞在南方的要入厝爱足注意的，咱有传一个妙法普传啊，妙法普传入厝犯三煞。一般三煞不入厝，三煞不安坐，三煞不安行，三煞不安床。啊，三煞呢不动工，这个爱足注意的三煞。啊，既然你都无多，佮选第二个呢，好、啊，咱有妙法普传，害日入厝是可以，但是你入厝唔好中道时入厝啊。咱会记入厝，唔通中昼时。早时7点以来，你可以入厝。子时煞南，丑时可以考虑嘛。吼、哦，啊，也是卯时嘛，会使考虑。午时咧，哈、哦，日入正当中不入宅啊。哎，这里爱注意哈、哦。啊，那么纯。啊，陈香君呢？62年2月7日咧，叫做水雷遁者，工课考公职，啊，普考特考，哈、啊，较好或者啊，与朋友合伙开店，会成功无？哈、啊，那论命来讲啊，哈，你的钱未给你砸落来，钱未给你砸落来，要放伫天顶，后世人才摕落来。所以你即摆食头路就好啊！你无做生意，十做九败，哈、哦，十做九败，七不成。啊、哦，所以你唔通甲人朋友做生意，朋友无代志，朋友甲你好缘分。但是咧，朋友缘，你爱好好去珍惜着朋友缘，啊、哦，无做生意，嘿。啊，师傅唔是今日赚大钱，哈、啊！再来姻缘如何呢？祝你是安尼唔娶，嗯，这叫做祝你啊，是安尼唔结婚，
去年是安尼唔结婚，前年就要结婚，你也搭到即摆来，靠工资先靠条，才过，嘿，结婚才来结，哈、哦。虽然啦、啊，嘿，虽然，哈、哦，再来赖子仪呢，八十年二月十七日，嫁先了，你问啥呢？哦，适合教师和学哪方面？啊，这个囡仔呢，行技术、行艺术、行音乐，想哈。啊，这小朋友很聪明。啊，这小朋友很聪明。哈、啊，走教育、走音乐最好。啊，再来呢，啊，免秀呢，六十三年，六月七日天水上下，何时有好的姻缘？哇！咱台中县杨立伟、杨琼英、杨立伟，他也到了。哈，伊妈妈当无了，师傅啊，阮查囡当时要嫁翁，有翁，但是要嫁。你看，唔是因因缘，你嘛是对，嘛是烦恼这囡仔的因缘，缘到，哈就结，缘也未到了，咱唔通结。啊，伊这个缘分呢，比咱杨立伟够较暗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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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所以孔子较惊孔子公，走予孔子公教的，吼、哦，伊走予孔子公教嘞，行技术嘞就好啊，哎、欸，做技术嘞不错啊，啊，这个脑筋小，会当去上好，这个囡仔官星正旺，后摆卖做啥，做将军就好啊，安尼看袂无？所以行行出状元嘛，啊，这囡仔钱记袂牢，你放心，嘿，他钱咧守不住，但是又官，我财贵无相传，做官一定就无财，有财就较无官。那么一官车有嘛，对官去行，对军人去行，吼、哦，捍卫国家，吼、哦，啊，过来了王文德先生，哇，拄只门口撞到伊，我看身体享用。人生上价值的资产就身体用，吼、哦，看你身体遐尼用咧，王先生咧，啊，伊讲逐早起拢有看台视，咱的时段，啊，咱这是大家有好缘分，哈，啊，农家清做居家清洁所事业运动，做清洁师的功德非常大，阿弥陀佛的世界，阿弥陀佛的成就。伊嘛是做清洁队的呢，伊清洁队队长呢，阿弥陀佛啊！真的呢，一个人若烦恼的时，伊就帮助我们把心灵的烦恼给清除掉了。所以他清洁队队长呢，唔叫做成佛。那么你做清洁的工作，人家来真咪平安，又再个闪着，我到路途卡，等下拜托啊，二三啊，王老板啊，你派些人来路途卡好无？哎呀，功德无量诶！所以行行出状元，啊，我足尊敬咱个清洁队一队员，清洁队，所以清洁队咧，啊，伊予社会带来祸害。在几啊年前，那是桃园甲草屯，这里叫做假路为着清洁的问题，啊，所以咱清洁队的队员无受到就肯定甲尊敬，干脆好恁家嫌。我就卖清洁，互恁看安那，结果寸步难行。所以社会上的任何一个人的角度、的角色，拢是伟大，拢是伟大呢。所以各位啊，咱有有钱的人、有权有势的人呢，吼、哦，咱爱去尊敬最基础的人，最基础的，这是咱就是阿弥陀佛啦啦。好、哦，啊，何言会。例会啦，哈，请下会呢，哈，
啊，诵经用国语，读诵时啊，灵界若只懂台语则，若听不懂怎么办？所以读国语好还是读台语好？又诵经时心会飘走，如何安住那一颗心？哎，问得好。哎呀，你在死去那个鬼的，是不是学假的呀？学真好了啦。哎呦，那么咱有一句话在讲，修行难呐，悟道更难。悟道难呢，正道更难。正道难呢，行道难。行道难呢，弘道更难。所以咱真侪人问我老师啊，你讲我读国语嘛好，读台语嘛好，真真正正的经的语言是何落的经？咱现在所讲的台湾是中华民族上标准的语言呢，我们把它丢掉了呢，我们都被赶到台湾来，吼、哦，留在北京语、北京语的，不是国语耶，北京语啦，啊、哦，那么何洛威、何土洛斯，已经想完炸的威的，就是何洛威。何洛威跟国语不一，跟北京语不一样哦。何洛威重要的啦，阿弥陀佛在心肝内佛，阿弥陀佛在那边，好不好？佛，观世音菩萨在那边，观世音菩萨在这。也是全国的咱的中华民族，子子孙孙，大家人来讲何洛威，一定足有涵养的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是啊，印度王呢？翁来呀，阿弥陀佛，佛佛佛，广清老和尚，伊要走的是差不多佛佛法，不是？伊就念佛佛佛佛的心话呢，佛在心中，佛在心中做呢。咱人骂人，你若讲佛的话，你唔敢骂人呢？好，那如果国语的他妈的不负责，好，佛的话呢，塞你娘！骂家己老母咧喂，你看，哇，要骂伊，啊，使恁娘，啊娘是阮家的娘，何洛威，他妈的，永远在不负责任，你看，哦，这里语言是有够妙呢，有够妙呢，是不是？那么念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拢是这样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往外跑，你能讲得是这样吗？您等下去看看，死人啊，骂家己死人，死人啊，在外面死人啊，家己死人的，所以大家那个真厉害观念，我拢唔敢骂人，非常有智慧，非常有修养，非常有涵养。事实上后边某一个出头，你嘛唔知，哈，但是表面就是家己做有涵养啊啦，啊，所以语言的代志，你上经呢？你来用国语、北京语，啊，北京语你一点点习惯就好啊，啊，那么你看习惯带方向重要。那么我在念经的时候，心会飘走，因为你是人，因为你还是人，所以还会想，还会飘走。如果不是人的话，困着，你知影艰苦，你有烦恼。袂讲，事实死伫遐困哩，头壳烦恼嘛足济啊啦，是毋是安尼？啊，所以讲念经，你就是无专心念这样呢。你莫甲分国语、台语、国语、台语，也不是台语。台湾较早讲话咧，迄讲话咯，啵啵啵啵啵，落去恁大个。台湾真正台湾人咧，啵啵啵啵，哇，咱个原住民。吼、哦，原住民呢是正啊台湾人，咱拢是伫大陆来的，啊，伫大陆迁到台湾来，登山过台湾，现在嘛登山，台湾要过登山去嘛。那么天下间，咱一个族，中华三族，黄帝，吼、哦，咱的蚩尤帝，甲神农帝是咱的祖公啊。
啊，所以念经呢，你惯习就好啊，哈、哦。再来，啊，张家诚72年11月21日红会家人，还不错嘛。啊，思想无果，头痛，怎么办？哎，头壳疼，风水冇问题。咱眠床较出困难呢，这边有这个拄啊角，斜着你头壳疼，啊，这边斜这边疼。你若睏呢，靠你变数变，你头壳疼，这是风水的法则。但是呢，头壳一疼，真大原因，鼻窦流，鼻涕倒流，鼻啊流的气未通，头壳就疼。头壳一疼呢，怎么办？热敷，用个热毛巾，再洗起来，甲热敷，尽量热敷一时啊，渐渐伊就开，就未疼。再来嘞，你后壁后头壳后壁就是头壳心嘞，你甲捏起哩，挨伊一哩。那么咱头壳嘞嘛有乾坤啊，咱小平嘞，你甲耳朵来就倒落来，然后即阵甲耳朵去哩，倒落来两环为坤为阴，倒起为阳，一阴一阳啊，字也相得好些。去年6月18日，伫咱。大安寺要做观音菩萨圣诞的法会，有一位和尚呢，40多岁啊，啊，咱一朋友甲带去大安寺来，看烦恼安呢，目睭沉沉的，我讲你神经病哦，伊讲是啊，硬也无神经病的，不过硬也想要死啊，想要跳楼啊，我讲拜托你莫对大安寺10楼你甲跳嘞，我讲你啊，你皮啊要塌掉的啦，死你，困未困呢，足艰苦呀。那么来啊，那我这后边嘞，先加热嘞，后边心加塞去，他个心啊塞去了嘞，爱一个娘嘞，我就不放他了，不放过，直接加热嘞，气好通，超过5分钟了嘞，加放，变一个人，过下老师，我不想死了，世间多美好，你看，迄只足简单，懊恼，伊就原来鼻有问题，鼻中隔。歪曲，一去开刀，开刀了，内底个生肉出来，所以会塌掉，塌掉脑东西空空，干呐想要死。暗时，干呐困时你若唔来，困时我你若唔爱甲笑，你唔爱甲叫，我就歪。我你若唔来，我就干呐困未去。啊，你唔爱甲笑，我就歪。安尼俩垃圾蛋死你呀！啥个怎好去啊？跟老师。你这什么说啦？问我什么说啦？我易经会发迹啊，所以易经在生活中息息相关嘛。啊，你等下会记哩，你后边脑呢，那头壳心这个耳通，跟耳通呢气着一过啊，头壳就袂疼。哎，好，很简单。张学峰哈，啊，深入夜晚很难入眠，常常失眠，出于问题，请示师父阿弥陀佛。嘿，你问得足好诶，你都要白问嘛，你都念讲阿弥陀佛都好啊，哈，你都讲咧，一个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，哎，但是哎两字南无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这困未起，足好诶方法，啊，你可以数羊嘛，一株羊，两株羊，三株羊，你若算不好，一尊佛，二尊佛，三尊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了，跟两句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，音是这样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佛者心开去啊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我若睏未起，拢嘛是安尼。啊！我要困之前啦，睡眠啦较歹困嘞。我一定一个方法，深呼吸，全部放松。第二个，再塞进肚脐丹田的所在，禁开一下，再吐一下，吐个空空空，鼻一排是阴，嘴吐嘴是阳，叫做地天泰，叫做地天泰。咱普通面顶是阳。下面是阴嘛，啊，这一环是阳，啊，阴在下面顶。上天好难哦，是足济奥妙物件嘞，咱都无去发觉，一经在咱里面嘞，哦，咱无去注意尔，咱嘴阳，咱困未去，阴阳颠倒嘛，
怎么办？吸一下，啊，塞去肚脐丹田的所在，禁开一下，再个五解，你后生敢歹想啊？阿弥陀佛啦，我歹想你啊！一歇你就困了啦，足好势的。我方法，无我真，我一年通天，师母甲讲，你伫困伫车顶比眠床困加几啊倍，都一样。无我车顶，我上车顶足好困的呢。恁个为啥吴师兄伊开车技术真好，知影我咧困咧困势，吼，伊在这边带嘉宾。但是咱车伫行，咱车伫行磁场不稳定诶。完全静止下来，磁场不稳定，困起来无啊，无影真正是轻松的，足忝的呢。因为你的摩擦，不管是的摩擦呢，你困呢，不管是的摩擦呢，含地磁场引力的摩擦的是，人是非常的忝的。那怎么办？所以困嘛要有功夫呢，困嘛学问呢。我学易经，五解我都甲困去啊。五界五行五行啊，五种是金木水火土运行伫我身躯边，我体内啊，金木水火土。但呢，我哈者一分钟我就困了。所以咱真侪同修师兄，我你讲讲你的，你讲你的话，我做我催眠师，化困就困。这是要令这妙法呢。所以要困是师傅的。要修行到困入去哦，我唔只甲老祖的时阵开始哦，会食会做会困困，做事莫秒死，会食会做，啊个会困，所以困马上下困，即嘛对易经来诶，所以易经的妙法包罗万象，啊，大家来学易经，做人处处会安心，大家学易经，啊，咱就是会安咱的心，一个圆满一条心，啊，咱修行的路途会见证。阿弥陀佛。